这支影片是挂香瓶的业配影片，按照以往我拍业配影片的惯例呢，我会先剪一些事情，再接到业配的内容。可是后来我听说没有人在乎，而且我也懒得去找议题来讲了，哪有那么多议题可以讲？所以这支影片我就直接来讲业配的内容吧，反正我要拍业配影片，我们又要隐瞒。有意见的人呢，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。可是拜托你不要再戏里卖，要留言来骂我。因为这样多少会帮我充流量，这个牌子叫做KP扩香瓶，代言人是毕书尽，是毕书尽人呢，毕书尽呢，毕书尽。为什么他忍不出现？为什么代言人不出现呢？那我不想拍了。 可以是不是？可是听说他结婚了，对不对？结婚在男人很好，因为单身的话竞争者很多，不是结婚的人呢，就竞争者就有一个，<笑>这样子超不正确这句话。而且已经找毕书尽来代言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还要找我业配呢？是不是卖不好？<笑>可是如果找我代言呢，我会拿来直接洗澡好吗？绝对卖得很好。<笑>这个牌子我用过了。 这个藿香瓶呢，它就是香，<笑>这个真的很考我的词汇量。这些藿香瓶还能讲什么呢？除了香之外，而且要怎么讲才让那个观众看得懂到底我在讲什么东西？它香很久，<笑>还有哦，不晕眩。 就是闻了不晕眩，<笑>有没有发现我已经很努力的讲好话了？嗯，<笑>不知道讲什么。至于其他网红，他会怎么讲啊？就是藿香瓶，他除了香，还能讲什么东西？完了，直接读那个关键字吧。<笑>台湾制造的 KPGE 香气藿香瓶，不添加 DPM 酒精等有害。 挥发溶剂，采用美国 NSF 认证原物料，天然的脸孕妇小孩都能使用。目前八家门市喜欢的也可以去百货公司试闻香味。我要结尾喽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手机卡喽。有什么要讲吗？总不能就是一定要全部都要打开给他们看吧？有反应好吗？<笑>我现在在跟你对话。<笑>没有，我觉得你可以形容一下你现在闻到的味道是怎么样。 它就是香，不然嘞？还是我现在去找议题来讲，来不来得及啊？从那个影片的长度，<笑>我放弃了，就这样，手机卡。你也有这一天。<笑>会拉分。 钱好难赚哦，怎么了？最近的钱为什么这么难赚<笑> ？OK 啦，等什么啦？<笑>